欢迎收看市场脉动，今天我们谈淡马锡控股向 SMRT 提出收购建议。是在政府宣布以大约10亿元收购地铁公司 SMRT 的地铁列车以及信号系统等固定的这个营运资产以后呢，那么 SMRT 的最大股东也就是淡马锡控股在上个星期三就正式的提出建议，以每一股1.68块的价格收购 SMRT。 如果收购成功， SMRT 将成为淡马锡全资子公司，那么私营化运作啊，并将从新加坡交易所出牌。这对持有 SMRT 股票的小股民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，那就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黄友光教授。黄教授你好。好。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哦， SMRT 就是淡马锡控股已经向他们提出了建议，以每一股1.68块这样的一个收购价，希望可以全面的收购 SMRT， 并且有意把公司除牌。黄教授，你认为这一项收购案它成功的几率有多大？我有关心这件事情，我认为这个成功的几率相当高，我认为有超过2%甚至3%。因为虽然它的收购价1.68元哈，比其他还没有宣布的时候的1.5只是高10%左右哈，比起一般的收购的高出的价格的比例是比较少，一般是20%-30%左右。但是这个这次收购的情形跟普通的收购不同，因为淡马锡它已经是控制了54%的股权，它已经控制了这个 SMRT 嘛，所以它这个不是从没有控制到有控制，而是它是要。主要是要让 SMRT 出牌，讲这句话是有点误导性，因为它虽然是变成算是私人的公司，但是它的股东是淡马锡，而淡马锡不是普通的私人，所以主要是出牌。那这出牌的情形呢，就淡马锡它不会接受第三者的收购，因此。现在的收购者就是淡马锡，不需要跟可能的第三者竞争，因此他不需要给20%-30%的溢价，就应该可以多数可以成功收购。是，黄教授可以再给我们解释一下，在除牌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啊？就投票的时候，投票的通过，对，投票通过跟这样规定是。参加投票的，淡马锡本身不参加投票，其他的40%多的那个股份的股东，当天参加投票的，不一定是要在场，也可以委托他人，替你投，参加投票的人数，的50%以上，加上股权的75%上支持才能够通过，才可以通过。我认为还是多数会通过，希望很大的刚刚黄教授有说1.68块的这个收购溢价虽然比其他的收购案还要来得偏低，不过你觉得这是合理的是吧？是，我认为是，从股民的观点来讲，他只赚10%，但是比没有赚要好，所以当然说能够30%-40%甚至100%当然更好，但是从这个收购者的观点，而且收购者是代表新加坡人民嘛，你如果不需要也不应该用太高的价钱来购买，所以我认为这1.68是合理的。是，今天呢 SMRT 的股价币市是1.64块，上个星期五上个星期四是大概1.65块，所以今天是下滑的。这只是一个小波动，而且这1.6块多是已经知道1.68块的收购价之后，人们认为说我赚他那几分钱也好。是那么教授，您觉得在这个刚才说了，去掉现在控股的54%，还46%的股民或者股东有投票权，那么觉得如果是小股民，他在投票的时候应该做哪些方面的考虑呢？他应该考虑说，如果我不以1.68卖，将来这个股票是否会涨得比1.68高？那如果这个机会很高，他可能就认为不卖比较好。那如果根据说，
最新的在没有宣布 1.68 之前的 1.5 的价格是反映了市场的信息的价格的话，那么是已经是有赚10%了，这应该是给我是股东是投票的，我会投支持。对，态度很明确。是，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来谈谈这个课题，就是一旦SMRT 被收购、私有化、除牌，那当然是以私人公司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营运了。黄教授，这对 SMRT 的接下来的财务还有营运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？我比较关心的是 SMRT 是否会继续有效的，和除了看盈利还要看它的社会责任。因为地铁是和私人汽车替代的，你坐地铁就不开自己的私人车，而在私人车有堵塞和污染等成本，在这个成本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控制之前，鼓励人们多走路、多踏脚车、多坐地铁，比开汽车是好的。因此，SMRT 以及其他有关的地铁的公司，除了给乘客提供方便服务以外，也要考虑堵塞和环保污染的问题、环保的问题。因此这个社会责任是应该得到考虑的。不过从这个新加坡政府几十年来的高效率的运作，那尤其是在这个交通方面，以新加坡这样500多万的人口的城市，它的交通可以差不多是最好的。那堵塞和污染都不是很大。那包括它在这个 COE 用车证、这个电子收费等，尤其是用车证的拍卖的方法，它不是用BSUB， 你出价多少就得还多少钱，而是用第二价格拍卖，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它的有效性，不过经济学家知道说这是最好的制度，最科学的哈，全世界也很少人用，新加坡用了，所以新加坡在这方面从这几点可以看得出是非常高效率的。那因为这样是虽然拍卖过后是由淡马锡控制，但是淡马锡是新加坡政府控制的，所以我在这方面就比较还是有信心的哈。对对。那么为什么能不能再进一步跟我们说明，为什么一定要采取除牌这样一个动作？这个除牌就是说，就牵涉为什么淡马锡已经有54%的对已经控制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再去买剩下的？我认为淡马锡讲的就是说他要减少挂牌的成本，就包括你挂牌公司每3个月必须提供季度报告等成本，这是有一定的成本。你还没有要挂牌之前呢，你就会考虑这些挂牌的成本，但是现在已经挂牌了，你要收购来除牌，收购也有成本，所以我认为这个除牌的成本不是主要原因。是，我怀疑，不过我没有证据，我怀疑政府是有比较长期的发展规划，而长期的发展规划可能长期来有利，但是短期、中期可能会影响 SMRT 的盈利，而股民会不高兴，所以我猜想政府今后应该有大动作，这包括说我们几年前由于移民的增加、人口增加，而基础设施包括交通方面跟进的速度不够快，而使到人民有一些意见，政府的规划，你从2013年的人口白皮书也可以看得出，移民的增加的虽然速度会减少，但是还是会继续增加。对，因此我才政府是要未雨绸缪来使基础设施能够跟得上移民。其实移民人口的增加，如果在基础设施跟得上，和人民的和谐、社会和谐上能够做好，而
新加坡三大名著都做的各名著间都做得很好，以我认为是人口的增加，在这两方面做得好的话，实际上是对本地人有利的，不过很多人不知道。有机会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谈这个问题。所以从长远来看，从经济学来说，把一个这个上市公司出牌更加有利于发展。是，我们也谢谢黄教授来到节目现场，分享了那么多关于选择公司出牌所做的一些考量。股民你应该有自己的决定。好，谢谢。谢谢黄教授。那观众朋友针对今天市场脉动的话题还有其他的看法的话呢，还可以到我们的狮城有业网页去留言的。是，广告回来呢，请关注我们第二段新闻内容。我们稍后见。稍后见。